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的一个神经里面，脑神经里面呢，我们有12对脑神经啊。请问您哪一对脑神经啊？我们跟大脑的一个距离啊，事实上是很近的，所以表示那一份他要去接受的一个讯息啊，传达到大脑的路径是很短的，所以我们对他的一个反应也可能会比较强的。您不知道有些什么想法啊？视觉吗？还是这个眼睛这个移动的一个神经，动眼神经吗？答案是嗅觉的神经啊，第一对脑神经嗅神经啊。为什么嗅神经？大家看从它的位置就可以看得到，我们鼻孔这个地方呼吸进来含有这个味道的一个化学分子的时候，就会去刺激我们的一个嗅神经的一个末梢神经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神经的讯息就会经过我们大脑颅底这个地方啊，有小小的那个好像这个细缝一样的一个东西啊，它就会到达我们前面额叶底下的这个位置啊，就会变成我们的嗅神经，就经过这样的一个很短的路径就到我们大脑去。所以我们对嗅觉的那一份的这个敏感度啊，因为它接着不是只是到某一个处理中心而已，它会跟大脑很多地方做连接，包括像颞叶啊，或者是某一些记忆相关的一个地方会去做连接的时候，有很多妈妈的味道，它就不只是妈妈的味道，那个好像酸一点甜一点那个味道而已，它有那种很亲情互动的那种感动的连结，它会产生出来。所以嗅觉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神经系统，但是它相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连结的一个平台啊，不是只是单一这个嗅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而已。好，我们回到鼻子这个地方，我们叫做这个鼻中隔中间的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再从这个鼻子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中间这个是鼻中隔，旁边这个地方上面这是骨这个鼻骨啊，所以这是真正的骨头的地方，这是软骨的地方。那软骨的地方啊，我们的一个鼻子的一个软骨啊，总共有几块？有5块软骨啊，所以表示中间这一块旁边有2个主要的，这边也有2个主要的，所以加起来5个软骨啊。那所以5个软骨成就让我们的一个鼻子啊，如果说都是很硬，整个都是很全面都是骨头的话，那我们动不动一下子鼻子就骨折了，这很麻烦了。所以你想想，可以在那个跟外界接触比较频繁的地方，我们竟然有软实力啊，就是说它能够维持着鼻子的一个功能形状，但是又不至于硬碰硬，反倒造成自己的伤害。从这里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啊，有时候都要当软骨啊，不要当那样的一个硬碰硬的一个骨头啊，还是必要的。好，那这个上面才是用鼻骨去支撑起它跟我们这个颜面骨头相介加的一个这个嫁接的一个地方。好，所以鼻子的一个结构有它从鼻子的骨头跟软骨互相那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会造成这样的鹰钩鼻啊，基本上就是鼻骨跟我们的一个软骨它之间的一个角度结合的一个角度，它比较有它的一个锐角存在，所以让我们会感觉到，哎，这个很明显啊，这是在西方啊，或者是在某一些家族上面都有它遗传的一个特性啊，会产生出来。这个显然这是地位啊，非比寻常。这是15世纪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啊，腓特烈3世啊，他这个可以看到他登基的时候那样的有权杖，那有代表着握有着这个国土的那一份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啊，这是好，这是看起来是不错啊，所以当国王应该是不错，但是我们实际上从历史面来看的时候，看起来画起来都是不错。这是国王，这是他的妻子皇后，这两个人哦，是不是就这样恩恩爱爱啊？手牵着手，心连着心吗？当然不是，不是说当然不是啊，很多都不是啊，包括这个腓特烈3世也不是啊，跟他妻子关系非常疏远啊，他跟大部分人的臣子的关系也都是蛮疏远的一个状况，做很多事情啊，明明要攻击要前进啊，裹足不前，犹豫不决啊，所以啊也
没办法真正的对这个国家设计啊有些什么太大的一个贡献啊，那本身又因为健康等等的一个因素的影响啊，这个是他年龄比较大啊的是一个画像，这个鹰钩鼻啊更加严重啊，为什么？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啊，大家看到耳朵也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耳垂，这时候他大概七十几岁啊，鼻子也是啊，前面的地方哦又有更加往下垂，看起来就更加啊这个阴险的那个感觉。不过他后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大家看了，哎，这是画作留下来，这是历史上外科画作、手术画作留下来一个国王很重要的一个状况。他说看不出什么样的情形啊，就可以看到很多人把他拉着。然后底下有两个人跪在这个地方啊，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时代是十五世纪啊，所以距今蛮久的一个状况，他们在做什么情形啊？您想象一下，好，就是很多人怕他痛，所以把他这个画得很已经很含蓄了，把他压着，让他不能动。然后这两个医师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手术，他们中间拿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锯子，这是刚刚。是十五世纪啊，这是十六世纪德国的这个锯子啊。那这个锯子上面写的这种还有刻一些字啊，上面写的是我的身形藏着残酷的模样，带着恐惧、脆弱和巨大的痛苦。因为大家看到它非常恐怖啊，那时候要给这个腿锯掉、截肢啊，那是想到就是哀鸿遍野然后啊这个血流。满地的那种恐怖的一个景象。然而当所有的工作结束以后，我的伤害转变成喜乐，意思是说把那个病灶给它切除的话，它复原得很好的话，哎，就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位腓特烈三世他当时在进行的这就是截肢的手术啊，把这个脚，因为他那时候缠这个感染，然后很厉害的一个疼痛、发臭等等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得不做截肢。所以这个腓特烈三世到底有没有当场就死亡啊？没有，两个月以后才死亡，所以还是很恐怖啊。因为那种感染以后造成的一个慢性的折磨啊，是在从人类的历史上看起来都是斑斑驳驳的那一份痛苦啊。其实人类能够进步到现在对健康、对疾病的一个控制啊，那是当然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不过感染这个问题啊，还是很多问题里面的即使到现在还是源头，虽然未必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糖尿病足啊脚的这个感染，像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才五十岁哦，五十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出现问题，就是发高烧、胃寒啊，已经有大概两三天的一个情形。那局部那个地方背会有点痛，左边的腰部那个地方会有点疼痛。给他做这个是电脑断层，正面来看的时候，这边这个白这个是石头，这个左边的肾脏整个肿起来，非常厉害的一个状况。而且有一些白色的、黑色的这个影像交杂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肾的脓疡。肾的脓疡是因为它本身有结石，所以结石以后就容易感染，再加上它又有血糖过高的一个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啊。五十岁，哎，这是有糖尿病，这是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也造成整个抵抗力的下降，因为血糖这个东西啊，糖化血色素这个是我们要测的，这个糖化血色素都是高达七八那样的一个状况啊，局部的一个影响不只是血管的一个影响，它对于我们的一个抵抗力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造成这个感染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感染，它又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它就容易产生出败血症出来，所以这个会产生胃寒，这都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去得到的一个警讯啊，要赶快治疗。所以这时候要给它治疗，不是说只是给抗生素的治疗，而必须要把这脓疡的地方给它引流出来。现在影像医学科可以这样的引流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把原来的一个肾脏发炎非常严重的状况给它弄好。所以局部后续当然石头的问题也要处理啊。这是另外一个病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同样也都是相对很年轻，血糖高的一个问题，所以造成肾脏这个地方发生脓包、脓疡，局部在这个位置同样也需要去给他做引流的一个动作，再加上抗生素的一个治疗，让这个脓包里面的脓液不至于因为压力过大的一个结果跑到血液而造成败血症。所以像这样子有一点胃寒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警讯。再加上发烧，一定要早点到医院来就医。感谢收看。